妈，咱们心平气和的谈一下吧。朱月，我可告诉你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你爸爸也不会同意的。我们很久以前就不同意，以后也不同意，永远都不会同意的。 这里不欢迎你，我要和我的女儿说些事情，你不会也要进来旁听吧？阿姨，您可以提任何条件。我的条件就是你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您是朱茵的妈妈，您说的话我愿不愿意听，都得听完。但我就是明确的告诉你。 我们就这一个女儿，我们是不同意她嫁给你的。我不怕再鱼死网破一次，打了我多少次我都能再站起来，可她不行。你们同意和解吗？ 同意的话，我们商量个赔偿金额。想和解可以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后悔了没有？我问你后悔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说你没后悔，我还看得起你。 你记得你跟我说过这句话。我单枪匹马爬不了山，你现在把这句话记住了。我不是一个人在爬山。拆解完了，左边是完美女友，右边是恋爱盲盒，这两边一模一样，他们什么都没改。 晚宴邀请的光彩挺多，咱们我姓飞扬，舒星宇，明瑞游 ，LP 蒲公英，咱们还去吗？去啊，不仅要去，还得风风光光的去。你就穿这个去啊？ 这什么审美？不，十百点千万，十万，三百万，我没数错吧？哎，你说这，咱们这恋爱盲盒上线不到半个月，哎，流水300万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年零5个月就能破亿了！成了，那么俗啊！就知道钱，我跟你说，这说明咱们的事业。 成功了！哎，好。
你说他俩研究什么呢？这还不好猜。你想，现在公司最棘手的是什么事？黑客。喂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给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 你们两个的事儿，你们两个自己解决，别跟这小子客气，听见没有？我拧，转过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谁个男人？你找人对付，就是啊，做错了事儿，就要接受惩罚。 买了什么呀，大哥？买了个锅。我买的那是。你这衬衫这么皱？当睡衣了。 但你好像都没洗，不脏洗什么？我穿过呀，所以呢？所以你得洗了呀。 你和李寻不会还天真的以为，现在和大学时候一样吧，只能靠能力就能出头。朱月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好熟悉啊？李寻。 对付 LP， 你还有后手，对吧？你怕他？没错，我怕他，我又恨他，所以很公平。你怕他，他们怕我。那你怕谁？ 老子谁也不怕。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，要被判几年啊？李寻被定罪，不好吗？所以你是要，我要送他故地重游。 李寻侯林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入侵的 LB 游戏公司的服务器，请你们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前不久刚才告诉老李，他这是犯什么事了？刚入账没多久，感觉人挺好的呀。改造器显示器。正当竞争不过，开始用这些旁门左道了。你们是要毁掉我的七国争霸呀？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 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们等着坐牢吧。上车吧。不了，我自己走。那你小心啊。朱月，对不起。 我没那么严重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啊，喜欢跟自己较劲，吃药可以缓解焦虑，你不用那么在意。以前的事情
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李雪，高建宏有句话说的对，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，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李轩，李轩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朱组长的朋友，知名画家钱修竹，著名的，认识。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生闷气，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，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儿？我问他，你让我问他这些，怎么办啊？喂，郭总监，我到楼下了，没有耽误面试吧？好，我马上上来。朱小姐。这么巧，好久不见。巧吗？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给你个建议，离我远点。你不用这么抵触我，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。听不懂是吧？我是坑蒙拐骗也好，饿死街头也罢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和了不起的简历，有多远躲多远，明白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，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寻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这场较量的结果一定会非常的惨烈。就算李寻再做错了什么，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给任何人机会，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李寻那边。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，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，这一刀还远远不够。你赢不了他的。三年前，我就已经在等这一刻了。我要的不是钱，也不是一家公司。我要的是尊严。我失去的，他都得还回来。李雪，我认为今天的事情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？你让我走可以，那你考虑清楚，我今天走了以后，我还会不会回来？是你的选择。好，你说的。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。你自己想清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回家吧，别让你父母担心。李寻，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公主，
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李寻，那你可记住了，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背叛的人下地狱。